违反规定是40哈，六位上台，那每位罚3000。柯文哲市长在台中市违反防疫规定，有确定要开罚？有确定哈。那因为我经过我们防疫指挥中心，那因为这个违反规定是40哈，那台北市也已经开罚了，所以呢台中市政府也一样已经确定了哈，那就是有六位上台，那每位罚3000哈。那最近呢我们已经查到查房好他们的地址，分别就会把罚单寄出，谢谢。